爱奇艺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宋茜。当你面对这个世界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，我们可以对这个世界抱有怎样的期待？你期望30岁过上怎样的生活？爱上什么样的人？哇，10岁的时候就希望不上学，天天吃好吃的，跟小朋友们玩。那你达到了吗？没有。但是我觉得想象永远都跟现实不一样的，永远大家都是不满足于现状，包括别人看待你也是永远觉得现在的你不是最好的你。那我觉得我们永远都在想着说啊，我要什么什么样，我要什么什么样。当你真正做到那个样子的时候，其实你也觉得那个可能并不是很好。你像上学的时候就会觉得，我好想快点长大，我想要赚钱，我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，我想要成一个独立的人。但是当你长大了以后，会觉得哇，工作很辛苦，生活也是要各种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处理，因为成为大人了嘛，要独立去做很多的事情。啊，原来校园的时光是最好的呀，什么都不用想，天天上学，只要学习就可以了。对，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的呀。在哪个时间节点是让你觉得你特别想回到小时候？当你发现身边的人老的时候。因为时间没有倒退嘛，大家都在进步一点一点，一天，一个小时，一个月，一年，大家都在成长。所以当你发现突然一下发现，哎，就是你的亲人可能半年没见啊，爸爸妈妈有变化了，或者是突然回一趟老家发现，哎，我以前记得这个地方是这个样子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，那种的时候就觉得哦啊，好想回到小时候，我觉得小时候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的，我觉得小时候好好，我还是觉得小时候好，会有这样的想法。闺蜜如手足，男人是衣服，很融洽，对，气氛很融洽，然后一件小事我们自己几个就能乐呵呵的笑，然后包括没拍多久啊，大家就互相就是照顾对方啊，包括我们互相会买一些吃的喝的给大家分啊，因为大家拍摄也很辛苦啊，或者是给感冒了呀，我们也会在我们有个群，然后在群里面问候一下，说一下怎么怎么样啊，然后包括看到什么东西，然后也会买给大家。就4个女生还蛮简单的，对，我们4个人就是虽然是因为工作4个人聚在一起的，但是我觉得是真的在就是真诚的对待彼此，疯疯癫癫，对，风风火火的那么一个人吧，对，我觉得是褒义的，但是就是比较大大咧，比较直，对，因为她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一个女孩，对，然后特仗义，感觉听起来和你本人还挺相近的啊，对对，她会为了一些事情，为了她觉得重要的人去做一些妥协，但是真实的他是非常懂得照顾人，非常直爽的那么一个人。OK 来拍了。对，之前就认识，然后虽然不是很熟，但是我们从开机第一天就是我们两个的戏，对，然后就一开始开机第一天就是两人打闹的那种，所以说就是闹两天，然后俩人就更熟了。而是相较于被男人喜欢的你，更应该成为被自己喜欢的你。有他们的优点，当然每个人肯定也有他的不足，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嘛，但是他们都是4个女生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包括8个男生也是独一无二的。那不能说是有些东西不能说谁对谁错，我觉得只是每个人的观点的问题。那4个女生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质我觉得就是独立勇敢。我觉得时装系我觉得是相对于古装啊什么民国的那种更要舒服一些，因为我们现在就活在当下嘛，对，所以其实是让演员演起来是比较舒服的，包括
剧本啊，包括这个人物性格都是让我很舒服的，所以我觉得就是体验一个新的人的人生吧，我觉得体验一个孙艺和的生活吧，我觉得只要我不想，没有什么明明是可以限制我的。对，我觉得只是说你有没有去做，或者是还现在有没有去做的一个，我觉得这个事情嘛。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啊，就是像最简单的生活中，我们可能每天都会，我的工作上面每天都会可能是会面临的选衣服，那我首先一点就是要符合这个时间地点我要做的事情的衣服，哪怕再漂亮的衣服不符合这个场合不符合这个事情我就不会穿的，只要我觉得它合适，哪怕是很便宜的衣服并不贵，我觉得它合适它就是合适的。对，吃东西的话我觉得我也不会亏待自己，因为小时候也是就是也经历过各种减肥啊什么那东西，我觉得其实了解自己是最重要的。亏待自己还好，我觉得只是说没有时间陪家人。对，不满意，怎么会有人百分之百满意什么东西呢？我觉得不满意，每个人我觉得就是因为不满意，自己还有追求，所以说自己才会更努力的想要做得更好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还好，我是一个比较会自娱自乐的人。对，就是容易满足，但是呢我又会继续努力，所以我觉得又矛盾看起来好像，但是我觉得不矛盾。在什么时候觉得有些事情可能是做出来更好，相比比说出来更好？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做比说要好，说谁都会说，但是说出来的未说出来十句未必十句都能做得到，一句都不说能做出十件事情的人，我觉得那才是真实的人吧。逆境，我觉得要怎么看待吧，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啊，是我是从逆境中走过来，但我自己没有去想过这个方面。对，我觉得就是你人生就是要不停地往前走，有坎儿，迈过坎儿，然后到更高的一层，然后再给我迈过一个坎儿，又成长了。我觉得是一直这个样子的。我觉得每一个坎儿，每一个大家认为的挫折逆境，我觉得都是帮助你成长，帮助你变成更好的自己的一个过程吧，我觉得。